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贝啊。今儿看到咱们这熟悉的画面了没啊？好的，今天咱们红白机上的一名同关系列给大家带来就是这634增减啊，要不然634资减啊，资减不是增减啊，这不好意思念错了啊，念错了啊。这个游戏先感谢网友们的热心推荐和红包支持吧啊，这个游戏啊，真心有年代感啊啊，很早很早，相信有不少朋友，这都是可以说这款游戏就是他红白机上玩到的第一款，算是正儿八经的游戏啊。是这么一说啊，这咱们要控制这哥们儿就叫做634啊，他具体建在哪儿啊？咱们慢慢看啊。这个游戏吧，其实在老早的时候，大家应该是怎么说，和小伙伴们一块玩的时候，应该都是以一种格斗游戏的心态来看待这个，因为这个的双人模式是。VS 那 VS 我不能用 VS， 应该说是对打的形式啊，这样大家更容易理解。但是像 EP 的这个闯关模式也只是有两道，我也忘了是两关了三关了，咱们慢慢往后过着看吧，反正并不长啊，中间也都是你看第一个就是四岁篇，然后五岁六岁，这哥们儿你妈拿着大宝剑五六岁就全国冠军了啊，你说人家这是吧，神童就是神童啊，玩宝剑的能和咱们一样吗？这绝对不一样是吧，嗯，就是这意思啊。为啥说到人家这，我突然感觉我看到这游戏我都怀疑人生了啊我都怀疑人生了，我你妈，我突然感觉咱们这你妈白过了这辈子啊，人家六岁就这样了，咱们呢啊，咱们呢啊，我这会儿该面壁去了啊，你妈这咱们六岁在干嘛啊啊，好吧，现在在干啥啊？这荒野修行篇啊，这又长大了，就是一个地方修一年啊，人家三年就毕业了啊，这他娘的这找谁说理去？这没地儿说理啊！游戏，一个游戏能让突然间，我觉得一个游戏让我怀疑人生，这好吧，这游戏教你做人啊，突然有一个这么深层的意义啊，这就不说了啊啊，这游戏你要说。咱们还是说游戏啊，还是说游戏啊，你要说游戏整体的难度来说，现在看来这算是一个跑关，就是说跑路的啊，跑酷游戏吧啊，跑酷游戏啊，这样说相信大家很理解啊，它就是一直往前跑就 OK， 没什么 BOSS 也没啥，就是最后有一个把每个到最后有一个那个格斗的关卡，把每一个 BOSS 干完就 OK 啊。但是说它说实话，这个游戏的格斗系统整体来说在 FC 上还是相当的有感觉的啊，非常新颖，让人感觉非常的帅气啊。好了，到这儿这就六岁了啊，这六岁其实看到这六岁的这个场景的时候，你看六岁咱就到处踢馆了啊，是吧啊，这没羞没臊的啊啊，为啥说没羞没臊呢，主要是看到这儿我心宽了啊，我心里边就松下来那股劲儿了，刚才那股话好像我白说了啊啊，你妈这是个什么节奏，大家可以看到这踢馆来的是哪儿，这每个都比咱矮着半头啊，这六岁可以说已经上了是一年级了吧啊，一年级啊，然后你懂的啊，这六岁就开始拳打幼儿园脚踢养老院了啊，这个节奏还是相当不错的啊，相当不错的啊，这你妈为啥心宽了，就宽在这儿了啊，大家可以从主要是这里边人物你妈都小了啊，我就突然想到这个事儿了啊好吧好了，这到这儿啊，这就是三关啊，到这儿咱们这跑路关卡算是过完了，也就是这个游戏让大家能回忆到的地方就是这些啊，我觉得吧，因为能打到现在这个场景的朋友应该是不多啊，不多。嗯，为啥这样说呢？啊，因为小时候确实是这个意思。好了，这边是一个格斗关卡啊，其实要打这个就是一股子劲摁着钱上去 A B， 先摁 A 再摁 B 啊，一般就都击倒了，这就是一个诀窍啊。这该第二回合，你看打这哥们儿，嚯，一刀就给他戳烂了，这戳脸上了啊。它有两个姿态，哎，它有两个姿态啊，一剑向上，一剑向下，然后中间还有，为什么说这个场景比较帅气？当时觉得啊，有一个，就是说两个刀打到一块儿，大石啊，这哥们儿叫大石，有一个比较，拼刀的过程，大家都懂了，咔咔就那种场景啊，以前总觉得这样帅气啊，所以说就觉得这游戏就是帅气啊，大家有没有想到那波斯王子啊？虽然说那波斯王子，大家第一个场景估计过去的都不多啊。哟，日了高，这大哥得多虚啊，嚯，说虚就虚了啊，高日高啊，你看刚才就同时摁的都是一个键啊，都你妈向下出了就干到一块了，那刀就落一块了啊，他有这么一个攻击判定，你看这哥们叫日高啊，这真虚啊，一刀就给他戳翻了啊，我说大哥应该出回去休息休息啊，哎，真高了啊，
见过喝高了的，这日高了，这你妈找谁说理去？你说第二天比赛这还弄的啊？好了，最后一个就是修罗，这修罗打其实也就是那个套路 ，A 键 B 键，然后优胜啊，就这么一个意思。一般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啊，一般就是三局两胜的一个态势吧。对于这个来说还是比较难的啊，就到这儿就是一轮，这就该第二周目了。到这儿咱们就不玩了啊，因为这个游戏也属于那种一命通不了关系了的，无限循环，中间连个就举了举奖杯，然后就拉倒啊。好，这下边那条狗大家看到，好像那狗如果它比咱先跑到前面，就是一个时间啊，咱们就挂了啊。估计他的意思就是连狗不如啊，是吧？不说猪了，这里边也没猪，他要化头猪吧？你说那猪要撞树上，我撞树上了，不是我撞猪上了吧？好了好了，不说这个了啊他就是个时间，没别的啊再次感谢网友们的热心推荐，这个流程比较短，所以说我中间得把想说的话都得在这时间套路内说完才行啊，主要是这个游戏比较经典啊，所以说要说的话比较多，估计我也没说全，不过大概意思也都懂了啊。一是难度，二是操作，三是这游戏的尿性啊，也就这点东西啊，也就这点东西。好了，我就不嘚瑟了啊，那么录个视频不容易啊，打赏一下求鼓励啊，支持小贝的啊，别忘了微信扫一扫给小贝支持一块钱的啊。然后顺便订阅一下小贝的视频，关注一下，这样我没有更新啊，大家就都能看见啊，就是这意思啊。那么好了，咱们快乐游戏分享尽在 Mr. 贝娱乐视频解说，咱们下一期的一命通关系列，咱们再见。